呀，抵制！嗯，今天星期二啊，赞两样嘢啊，好，好啊。第一样嘢赞消委会，我真的觉得非常好啊。消委会是我哋解困新闻学的精神指导，我觉得系咪咧？系咪叫楷模啊？嗰啲叫做系楷模，楷模系啊，楷模系咪啊？吓，模范啦，总之就系咪啊？系啊，系咁咧就贯彻到呢个，佢仲未 get 到系乜嘢？佢以为系名模啊，靓模啊。我一升咗只老毛，都差唔多老毛嚇，係楷書個楷嘛，係啊，有人讀楷模嘅，但係應該係楷模啊嘛，係，唔緊要，我哋睇翻教科書就知啦，係一個啱唔啱？咁咧，消委會就話十三教科書係改版，其實只有一本係真係有需要嘅啫，係改完係仲衰啊，係頁數少16%，加價就5%，嗯。咁當然啦，教科書就唔係計頁數嘅，都唔係喎，又唔係，其實係啱啱好嗰條數。假設本教科書100頁先算啦，少16頁啦，啱啱16頁就一手，慳好多錢㗎。哦，但係就仲加價，係啊，賺到你盡啦，諗一個得。但係佢可以做得好詳細喎。嗱，喺度咧，我哋就根據消委會嗰個資料來源咧，就讀一次有邊幾本佢覺得。即係無需改版的書啦，但又改咗。雅集出版社係書本咧，就有新高中通識教育系列單元二的今日香港，同埋單元三的現代中國，同埋單元六的能源科技與環境，嗰度係三本書嚟㗎。係新版價格，而家呢啲咁嘅通識教科書，你知唔知幾多錢？俾你估下，你做咁多，你估啊？300啦，加埋隨意就差唔多啦，2嚿，220蚊。哇！咁你真係不如睇言論自由行啊！真係哇！如果睇真係今日香港，買本咁嘅科技睇，係啊，咪點賺錢啊？咁另外咧，香港教育圖書，香港教育圖書新視野通識教育括弧現代中國，即係都係單元三啦，賣緊216蚊，嗯、即係全部都係一個單元200幾蚊，係啊，你買本雜誌都係40蚊到啫嘛，係咯，係啊。教員真係識噶咯，一定要睇翻，一定要識噶，200幾蚊喎。嗱，跟住化嗱，通識科你都還可以講啊，係啊，咪現代中國變化得咁快，係今日香港日日不同，係咪？能源科技與環境，我當你好多新發現啦，係咪？咁但係你精工出版社出化學科，喂，化學嘅嘢真係有得變啊，都有得變，佢教基礎嘢嘅啫喎，係咯，新21世紀。不是漫畫書啊，是新有一世紀化學，還要分開 2B， 即是有本 2A 啦。第五章氧化遇原反應，化學電池和電解。喂，這些東西不變的、哦、電解、哦、氧化遇到原子的反應，地球變了嗎？沒可能的、啊、我想他看看看到你只是一本 2B 都130元，仲有原來意思仲有60.5，咩啊？即係一套係有二 A B C 咁樣。係啊，第六章嚇，即係佢剁開曬咁多本，係要一套咁賣啊！佢而家書拆。第六章，因為話書包太重啊嘛，佢哋又話。嗰不如買到新世紀福音戰士睇啦。有一世紀殺人網絡，係係都係嗰啲。有一世紀少年，係啊，同埋新世紀福音戰士，加埋一套啊，都可能唔使咁貴而家。咁啊係。系啊，真系灣仔真系咁貴。咁第六章系《微觀世界二》啊，都要改版啊！微觀哇，咁唔得喎，真系。但系佢唔，其實我哋要諗嘅就係咧，都係個製作流程，我覺得。唔係，即系我喺度講咧，就係既然係咁咧，亦都要表揚下咧，讚下啲即係有嘗試去做好本教科書嘅出版社嘅，呢個係要讚嘅。當然消委會好勁啦，我覺得可以即係讚到呢一樣，即係。即係分析到呢一樣嘢啦，同埋呢一樣嘢係比較難去掌握嘅。嗯，一覺得你本教科書應唔應該改咧，其實消委者委員會好難去落呢個定論噶嘛。好似而家佢好似權威咁樣，我覺得你唔應該改啦。教育局都唔敢講啦，佢個口講係咪係咪勁先？係啊，勁嘅。不過我都有個答案咧，俾翻即係其實我覺得學校可以做啲嘢嘅。嗯，
即係如果佢真係減少頁數 16%， 仲要加價嗰樣嘢咧，即係其實基本上我搣走16頁，咁嗰本書就係新版啊嘛。咁其實學校可以唔使叫人鼓勵大家買新書啦。即係如果要杜絕呢啲咁樣嘅不良嘅書商，佢自然冇人買佢新書，佢就唔會日下下都咁樣變噶啦。其實單元以今日香港係唔使用書噶啦，應該係咪啦？即係你淨係。即係學校係可以做的，你淨係點擊入去 HKSOW.HK 都已經知今日香港啦，發生咩事啊？咁咪講真嘅，我哋都係上堂時間，我哋仲免費添，係㗎嘛？我哋教育電視嚟㗎嘛？啲嘢仲會喐，仲會學中文、英文同埋數字，係咪？所以冇啦，我哋不停咁改版，每日都改版，係唔加錢，亦唔使你下載，係咪？唔係我哋呢啲叫 OTT 啊，係。Over the top 啊，即係而家王維基聽日開台嗰單嘢都叫做OTT 播放噶嘛，我哋呢啲都係噶，即係你用手機，即係咩盒子啊，咩盒子嗰啲啦，誒唔緊要啦嚇，咁總之無論如何，而家就消委會以後咁樣當實咧，教育局以後就好做嘢，有個指引啊嘛，同埋立法會議員好做嘢。系嗱，而家唔系就教育局，我话我话你啊，消委会啊，消委会都话你啊，啊，即系咁呢个消委会个权威性连特首都唔及佢喎，一讲你啲嘢唔得，冇啦完嘅，其实你又唔好咁讲，你试下搵消委会嘅总干事走去做特首，一样系唔掂嘅啫，一样系出事嘅啫。但系我都有权威性，边个位边个都做三十位，三十位嚟嘅。喂，但系你仲有第二样嘢赞喎。佢讚嗰部咖啡機喎，係嘛？係啊，又為消委會喎。因為嗰個係好疑惑㗎。飲啖咖啡先，係繼續啱。因為嗰個疑惑係你如果行過咧，即係專飲咖啡行一定係想買咖啡機㗎嘛。好，但係而家好多款㗎嘛。又有貴有平。有貴有平，又有用一拍即有嘅。有，又要加款又要上。係。咁佢就而家 capsule 出咗兩款啊。係啊。係啊，日本都出咗啊。咁但係日式嗰啲炭燒咖啡都有，係仲要係好典型日本人做嘅嘢。佢個 capsule 咧用第二啲機一定唔得嘅，即係好似 Sony 嗰啲咁嘅 memory stick 咁，一定要用佢嗰啲。以前嗰啲，係啊。但係你繼續，但係解困嘅地方就係而家見到幾皮噶嘛，幾萬蚊又有，一千零蚊又有噶嘛。佢同你平咗級之後，你發覺原來千幾蚊已經得到你想要嘅嘢噶啦。係啊，飲個咖啡啫，係啊，唔貴其實。佢最好就係即刻你覺得心安咗啊，因為以前冇街拉噶嘛，都唔係。佢又識飲咖啡，佢請咗三十個，又識睇書，又請咗三十個曾經。品啡師啊，係嚟評核嗰啲咖啡機，我覺得呢個簡直一流。咁下次可以鼓勵下佢品酒喎。哇，品酒複雜好多啊！揾個機會揾三十個品酒師，同你講話，原來100蚊一支紅酒係同幾千蚊嘅紅酒一樣，五粒星咁樣。哦，呢個又係好提要，因為佢係中立。呢個係佢專業嚟㗎。係啊，係啊，專業。因為你酒平酒當貴酒飲咪專家係佢嚟㗎。因為你完全中立啊嘛，消委會。呢個真係無敵。如果嗰係消委會做嘅話，勁過曬嗰啲所有香港嘅團體。係啊，所以有兩樣嘢賺啦，其實都係指向消費者委員會嘅。好嘅。好的